这个 machine 呢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需要的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开学的时候嘛，是有很多学生呢会来我们的学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接触要动到学生，因为保持我们学校的 SOP 嘛。所以有了这个 machine 的话呢，学生一来到学校之前，我们就可以帮他们体啊 check 他们的那个体温这样子。然后因为这一个呢，它是有那个 facial recognition 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除了 check 的体温的话呢，它也可以同一时间 check in 他们今天来到学校的那一个时间。所以呢，也减少老师的麻烦。因为如果我们看人家的外面那些 restaurant 呢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不是要一个一个 check， 然后一个一个写？虽然是有 mask 加 tool 了，但是拿着电话出来的话，也不是很方便嘛。所以有了这一个，只要你站好一个位置的话，它就 automatic scan 你的脸，然后去 check in， 也可以 check 到你体温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方便了家长，方便了学生，也方便了老师，还有我们是周围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哦。因为如果手写的话，你还要一页一页翻，而且我们学生哦，虽然不是很多啦，有几百个左右啦，但是如果你要一个一个找那个学生，也是很吃时间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有了这一个，他可以每天都找回那一个学生的那一个 data， 也比较容易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很方便我们的时间，省力，很省力，的确。